什么我们要关怀街友呢？因为社会公益拦不住，会造成安全的疑虑。没有钱人就不能去看病，就会有传染的疾病。请问街友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关怀，需要食物，需要衣服，需要金钱，需要可以住的地方。请问我们要做什么行动来帮助他们呢？就是做爱心便当，然后拿去车站卖给其他旅客或是别人，然后呢收到金钱再送去仁安基金会，让他们捐给那个流浪街友，然后让他们得温饱，就是有衣服可以穿。好天啊，在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遇到什么困难呢？可能会做的不好，或者生意不好，制作过程可能会受伤，有些人不会贩售东西，成本太高。